早上啊，右下腿的外侧啊，随时都可能抽筋了啊，我又不想起来拍，这忍着忍着啊，是在这个地方啊，是在这个地方，原来大另外的大雕像要转位置了啊，是这样啊。对，这个右腿也痛，对，就转位置的地方，转位置了啊，转位置一个，相当于这样啊，我只要在右腿上转位置也就是相当于那缘起里边那个一片那个很多的。元气里边很多的一个个智能的东西，一个一个它，通电检查然后就都参与处于那个，都处于，开放，前的状态，开放前，把那个打完的关系啊，一放置一个，就看得见了。一放水以后就看得见了好，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再见再见。